心有一点良心，恢复清净，即尊心，咱倒转来原品的良心，这是咱通这点心，是咱恢复清净的心意。咱这倒有原来老母啊的心，是咱出原天的良心，予咱定法无形的稳定，是咱清净这点灵魂转到这么顺的意义，是咱表态表明表示，这就是咱讲的通灵，会在咱即马出世，拢是一秒钟的灵性，咱所接的清净。顺到这么明的灵感，今日只有叫天灵，咱的无性降伫咱即马这个秒钟，这是咱净出即刹那的心，啊嘛是我行倒转来阿母啊的心，这是咱回着顺着这么正的天理，咱只有用净出来这条心意，青天道家这是灵性，转咱回复这是天神啊，这是咱无形的天理，嘛是咱转倒转来顺家的心意啊，是咱清净这点灵性，是咱恢复原来本性。咱有一条清澈的灵魂，再来讲恢复原始的本性，是以清净这点理，咱行倒转来顺家这么正的心，有咱恢复正法界，咱才看有先天降落来，是以正法的灵性，爱咱转的天神，有我这条灵源的灵气，咱才来行向顺家的心，是以清净的天性，我才来讲回报这么正。咱有原天这点灵魂，再来顺家咱的心意啊，这是咱传法的灵性，啊嘛是咱行出来清净，有咱原天的灵气，你再来行向先天的心，是咱有稳这点灵魂，是阿母啊在讲的顺，这是咱回到的灵家。是我对着这么清的灵魂，阿母啊顺咱的稳这条心，是主宰这点灵气，是我爱行的顺母啊的心，这是咱传法这点灵性，要来讲着顺家咱的心情，是咱有顺这点灵气，行向先天咱的无性，有咱这条清澈的天，我再来讲顺家根本娘娘也行，现咱有定是灵气，转咱对着现世的心，是咱以清净的本性，咱照原天金母啊的本性，随着正法这点灵魂，咱爱有母啊这条心，回转先天的灵性，咱只有转出先天心，得到灵源的灵气，我爱行向这么啊顺的心，你有这条清澈的灵感。我再来讲顺着母娘性，是咱归元这点灵魂转入着这么正的心，这是咱处法界的天性，来讲顺家稳定无形伊的本源灵，咱只有行出先天性，是上冲这点理，是咱先路清净这条心，
这是咱母娘伊的原性，啊嘛是咱出家定性，只有显露咱的灵魂，转就着这么清楚。我爱是顺着先天的你，走向这么稳定阿母啊的心。你有这条清楚的灵性，我再来讲回母稳定，是咱随着正法的心理。我才有金宝降下来的圣意，拢是对咱的源头。今仔咱爱讲的是天性，咱要有顺家落神，无形这点灵魂，是咱定法先天这条心，归咱源头这点灵气，就用无来讲到这呢啊顺的天。是咱即马转入清净中，教化我这条元灵，顺着清净这条性，这是无形的天性，啊嘛是咱行正法的心，有咱一条清澈的天，咱再来显明阿母啊的心，这点灵光，这条灵气。只有转予咱顺伊的心神，拢是显露的灵性，拢是转咱清净。金宝娘娘伊的法界，只有显露咱清净自在，这是咱顺着天性，阿母啊爱咱转的净，是伊正法这点灵气。我通道倒来顺家的心，有咱一条清澈的天性，咱再来兑现阿母啊的本事，灵源现世转落定，顺咱清净这条心，灵魂有母的天意，定咱清净落心，灵源本意是天灵的。回咱母娘定心在，是咱一条灵源灵气，是咱来出家顺天，一点灵光，一点性，都予咱见母现世情。这是咱传来先天的理，爱咱稳定阿母啊的心，是咱以清净的天界。我再来显露稳定的自在，这是咱最好的本性，啊嘛是咱行出来先天性，灵魂闹上天性，爱咱转到安定。我有母娘这点灵气，再来讲显露顺界心地，拢是安住这点灵魂，拢是转到来咱的心。这是咱清澈的天界，嘛是咱对着无形神在啊，灵源伊的灵气，只有显露咱清净的心神。我爱是直通无娘心，有咱一点灵魂的情，这是咱为主的灵气。我再来讲顺家这么静的心。有咱原始上天来，有咱转灵顺自在，这是咱的青天道家，嘛是咱定法先天神，灵魂伊的灵气，爱咱行顺天，母娘有这么精的本性，咱才看有清净的心，是咱一条灵法界。是咱来行正法自在，这是咱清楚的天灵。今宝啊来讲现世清，咱有元天的灵气，转伫咱这么精的心，拢是恢复咱的灵性，拢是兑现咱的本性。这点顺家的灵性。咱只有来讲显明，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只有来行顺家的心。
是咱一条正法性，是咱转入现世灵。啊，无啊，有这条清楚的天理，咱再来嫁入顺界心意，是咱对着灵源灵气。我爱行出先天性，有咱一条灵魂的天界，咱再来行向本源自在。这是咱照着先天的真意，母娘来讲顺咱的心性，是我以正法落定，是咱来讲着顺母这条心，灵魂的天性，转咱落家阿含性，顺着无形这条灵气，我爱行向清家己，是咱有顺这点灵性。是咱转着清净，咱的本性、灵魂伊的天界，只有顺着咱原始心来，带咱无形这条灵气，引咱行向升天啦。这是咱无形的天性，转过着这么平静。你有这条正法的灵源，我再来顺着母娘心。这是咱定法先天的真理，我爱行向无形界心意，是我以正法这点灵性，是我搁再通道等来清净。这是咱随着灵源的灵界，现伫我这么清楚的心，我话无话这点灵魂，再来讲顺入啊的运，是咱以正法路性。咱再来讲清家己的心情，你有正觉这点灵魂，我再来讲顺家母娘心，定来现世的灵性，转咱出家的清净，是咱对缘这点理，是咱老母来行顺天，这点灵光，这点灵气，只有主宰咱的心灵。母娘有这么清的天界，我再来行有稳定的自在。这是咱道家一点理，显明我个人这条心向着这条清澈的天界，拢是先祖时咱的心性爱咱行现的境。我对着先祖时的心，只有用着正觉这条灵性、心感啊，这个真气，是我用着无形界这条灵性，用着我个人这个意气、这个正意、这个正气，我才会当通达这个真心。是我定家己这点灵性，有我今嘛这个心嘛，会有关联，上冲的灵气。是咱对着无形界的心，这点则是咱顺家的天灵，是以正觉这点理，咱见着老母这条心，这点灵光，这点灵性，只有转咱的清净。我有母娘啊，一点灵气，转入着清净咱的心性。有咱一条正法界，显露咱清净顺自在，这是咱灵源的本性，啊嘛是咱转倒转来清净。有咱回到这点灵气，咱再来向着真稳定的心，灵源本意是上法界，现咱转倒来是顺心。我有母娘的灵气。你才会当行顺界性，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行出着先天咱的路程。无形界就用通，是咱回到这条灵气，咱的灵魂路性，咱有这点清楚的天界，是咱回到无形的自在。是以清净的天性，我爱来行转灵，上苍已有天意，
阿婆啊，只有讲道家顺天，灵魂伊个灵性，爱咱行个清家己个心。我有一点灵魂个本性，带予咱见母即尊神明，这是咱转来上天意，嘛是咱老母行出心，是咱有一条清净个天，咱才有看有阿婆啊个心。拢是自在的灵性，拢是转回来我的本性，灵魂的灵性，是咱出元天的心。我有这条清澈的灵性，再来讲顺入来我的本性，是咱道家这条灵性，咱才会当听到母娘伊的元神。这是一点道家，今仔我只有照着母娘一点一滴伊的精英，安尼我才会当讲出着母娘伊上界自在、上界精华、精粹、精明的，任何一点点啊差错拢无，只有老母的信号了了。这是我今仔静心的发性。生出着母娘伊原来这条神，这就是咱讲的清澈的天界。今日来清气溜溜，任何一点啊垃圾都无。所以讲，我内底任何一个物件，任何一个所谓咱所谓灵、所谓感应入来拢无，只有甲母娘目睭睭，这是秘密的呢。母娘用着伊个心，用着伊个性，传予我知影。我才有今仔日发射无限界即种修通个能量。这是咱搁再集中、再处。咱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诸天啊，就是一天一天。咱今仔人咧过着一天一天，咱个进步。是伊家己的灵性啦，今仔日讲的清楚度，灵也当愈讲愈清愈明愈端正愈自在愈确实，这就是我慢慢体会甲今仔日的宗旨。寄入来老母伊真正的原神，我做机爱安尼做的，这才是实在。今仔咱无爱搁五马灰啦，马马虎虎啦，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啦，迷迷茫茫，这是唔对个啊！是咱以清净的天性，我爱行做伙即尊神明，现道是咱顺性，爱咱转的是现定，拢是顺着母娘即条灵气。恢复咱清净这条神，是咱无形正觉界，是咱行向先天来，得到这点灵气，咱爱行向稳定的心。随着咱这条正觉的灵气，咱才会当行向先天的神，拢是顺着母娘啊这条灵魂，咱才来到清净的心。你有这点灵魂的天界，我才来行向清净的自在，是以清净的天性。阿婆啊来讲，甲这么稳的天性，拢是显开咱的本性，带咱道家这尊神明灵源的灵气，是我会当讲的顺势。有咱清净这点灵性。这是咱恢复灵源的天地，我再来行向无形的精神，是咱一条灵魂的灵界。咱再来讲这么稳的本性，随着天元的真意，阿婆啊再来传道家的心灵。这是咱转，我以青天这点灵，阿婆啊爱咱定的清。这是咱顺着灵性，传到咱这条清净，
我以灵魂这点灵感献伫咱这里顺头的心，咱有原天本路性，咱则转有先天的清净，拢是自在这点美，拢是行顺母啊这条心，灵魂有天界，转咱恢复有自在，这就是咱团这点灵气来到清净，咱原来性啊。是咱即马要用到这种体会，用到这种灵感，这个觉性，就是你爱知影咱现主时的观，搁再观，直接的体会，这才会当带伫咱这个境内底，这个宿命内底，这个记忆卡内底。今仔日咱爱是恢复原来迄个平静，无分。无散，只有集中咱这条灵魂的轨迹。这是咱在世，咱要用到这个灵感体会得到，因为咱本来拢是具足的啊，什么咱拢有啊。所以今仔我要强调，咱原来散开者，一直散，一直分散。我今仔要强调分散，拢家集倒转来。该聚集，该集合，咱原来这本是咱这条清楚的天性。咱爱是原来这个本体，就是咱的身体。照着现主时的灵性，咱只有讲妙无，咱的性康了了。这就是咱的妙法，嘛是妙无。现主是咱的成功康，这就是咱行咱一世人的本性。咱所有的角显得清啊，会开阔啊，会自在啊，这就是咱安然这种正法，拢是顺着灵魂这根气，我才会当行这么啊顺势，是咱恢复清净，咱的本性加入来。这是咱灵魂的灵气，假就是你现主时间落落啊，切入来就是我现主时间切过啊，叫做切换跑道。我后天呢，甲切入来先天呢，先天呢，甲切入来，咱未开天以前，这才是咱的天元灵性啊。咱的三天，就讲咱即马这个心有欲天，来甲咱即马这个色天。色天倒转来无极，这个无色天是用安尼咧杀啊，安尼推论啊。是我即马这个心，我本来有障碍，讲袂开，直接离离落落。哦，这个咱讲跌下倒菜刀，所以讲我学袂倒，倒到尾啊，我会顺啊，佮顺会挺好用啊。倒菜刀会当挂较悬的物件。哦，安尼才当处着你啊！是咱当咧开机，你会乌白道，因为要互你练喙齿功，喙齿甲咱的十二咽喉，要来甲你这碰触，要留咱即马这个清气甲落气，这就是咱要知影一个人，咱现主是修行，你所有的听书顺序，因为咱。行到尾啊，顺势就要顺利嘛，要吉利嘛。啊，这则是咱讲的通灵本性本质，带予咱在世间咱的灵神灵感，是咱顺着这条灵气，要抓定着咱原来这个本性，这就是咱宗本，嘛是咱的宗旨。咱安尼行，才有法度倒转来咱的宗源，咱的本命星。咱这条灵脉，归咱的灵母，是咱一条清楚的灵性，一直甲咱印，咱一直切入吧，一直自在。这条路就是讲，愈行你这个啊，所有的记忆爱愈灵感，哦，愈自然。你讲的讲，
咱这个债务啊，愈行愈下掉啦。阿你阿妈，你这身躯啊，你这条灵无再轻啦，再自由，再自在啦。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修行修到尾，是咱家己会当自然啊，会当自在啊。你所有的藏的落啊，所以讲，咱只要放得下有无？啊，你就会当照着咱原来迄、那个本灵、迄、那个本自在、迄、那个本性生啊。因为你到尾拢无心啊嘛，你的心所有的分别心、的妄惰心、的物质心。要共欺负的心，啊！要咱即满咧讲的悲哀的心，你都拢摕落去上架啊！啊，咱迄个无分的心就出来嘛。是咱用安尼来积累啦，但是是歹做较到啊。但是咱即满有这个身躯，咱灵会当先做啊，先学啊，先复习啊。慢慢，咱若到年终的时阵，岁数若到的时阵，咱这个身躯卸掉。行咱地表温，行咱父母温，行咱祖先的温，阿妈咱这条灵就归咱的本性啊，大家无相差无相欠啊。啊，若无吼，有真济，咱对老爸老母对阿公阿祖袂当过啊，阿公阿母袂当过啊，啊，搁有迄个怨恨咯伫遮啊，要清算嘛，搁甲今日事实有无？你袂原谅伊啊，十错还啊。十错分啊！是咱要行，咱这颗心会当清悠悠，你搁放下落，搁会突破咱这个灵感，这就是咱上大意义啊！现咱顺着通天性，咱人拢会抱负嘛，希望就对啦。我明仔菜要做啥？我要望囝安怎？啊，我即马有哦，我想了要什么程度？会比嘛，会计较嘛，会嫉妒目空吃嘛。所以讲，咱今日要讲的，就是家己，咱爱修炼，慢慢啊减少。你对外对内，咱现主持的计较批评，这才是咱真嘛，你真会落来，受到咱真正的训练。咱今日内度，就是咱个人这粒人。就是咱的民族，咱的比就不苦，别人的艰苦，咱家己的艰苦，咱内底八万四千神，这个细菌，这个红白血球，寄生虫，你也甲收做，咱现主是平常，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灵啊，哦，咱爱是顺着这条灵气嘛，这就是咱咧讲的因缘啊。啊嘛是虚空界有无？咧搞怪，咱即卖咧讲诶，即个毒虫嘛，咱过去有无？那苗族诶，较高、较属于、较自主诶无？伊会放蛊嘛，放蛊啊，放蛊就是讲，敢若亲像讲，咱狗遐咧甲你叮有无？啊，敢若亲像咧甲你饲喵喵酸有无？咱出去咧叮你撞话有无？迄、那个蛊就是这个意思啦。不是讲你看诶，哦一半拢全虫啊，是伫咱即马即个神经线，咧甲你食，咧甲你刺激，哦咧甲你夹安尼啦。即就是咱咧讲诶灵魂诶灵性，现咱清净咱诶本性嘛。随着咱即条灵源诶灵气，咱人若无受着即个过程，你无法度替别人拔苦啦，无法度同情别人啦。我讲。只有你家己顾条条就好啊，啊就是自私啊。天下间若是每一个人拢啊自私无，天公嘛歹做啦，地庙嘛歹应付你啦。是咱要弃私，奉公嘛。所有的经册，所有每一个高僧，你若修到遮，你就拢会以公正心嘛，公道心嘛。安怎讲？咱是效法天地，效法咱人修有教的，即个高僧，即个真人，即个圆觉，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爱咱行正觉之心啦。啊，若无你这种的哦，
顾家己一定贪啦，业愈重啦。安那讲，你都难想啊！啊，这个幻象啊，幻象是害你这个真正，你这个脑神经会错转去呢，会乌白拍呢。今咱是要正定嘛？是咱平定，咱就见得到家己的心嘛。这就是咱讲的天性嘛。无大家奈拢一直咧做发挥，一直咧搬戏，哦，一直要成功立地，哦，一直要来做善事，一直要来讲道理。安那讲？要了咱家己所有的这世人要了愿嘛？了愿就愿行啊。原型就是要行债务啦，行债务是行家己的债务呢。你行到家己清气受，你才会当替别人。这个道理可以，爱个人去行。伊道理也唔知道，你搁道理甲讲，这就是阻拦啦。世间唔是哦，好你安怎来，我就甲你改；安怎来，我就甲你补。该运补运好，万变物拢来着。迄种是一种形式啦，干若改会过有无？啊，你着做一个同业的时阵，你叫改就好啊，哪有可能？过去一个杀人魔王无管他归魂，到尾嘛是同款死刑啊。所以讲，是咱即马未发生的代志，咱先定家己的这个心为主。安尼到时的时阵，你这个心才控制得了，你这个想法咧想才袂惹出来。是咱爱受着教育啦，发咧想就是你无受着教育，无读册啊，无甲别人有难有无？你无迄个相当的智慧啊，你强强一个想起起来有无？啊，都以你为独立了呢，为独裁了呢，你犯出着这个大罪啊！啊，这是一世一世呢。不是你讲听我讲啊，我即世行了就好啊呢。后世伊你就爱去做来补了，做无够，搁后世你爱补呢。是用安尼咧讲的啦，这个危险甲厉害就是安尼来啦。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气，唔通怎安尼修持呀？咱要对着上重要的这个源头，咱底下甲好住哦，歹果会发生。哦，外国起恶，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气啦。无你哦，你搬出出来哦，伊是慢慢啊，予咱人知影家己这个脑心内底啦。唔是你只下这个肉眼看的啦，唔是你这个肉耳听的啦，迄是粗皮啊，尔。哦，所以讲咱人诶犯大错，就是你即马敢若知唔知尔？你这个身躯知尔？但你的身体唔知啊，就是这个缺点呐、啊，就是这个缺陷呐、啊。要讲就讲陷阱危险、啊，这就是咱讲的通天灵性，转过着咱瞬间的本性。每一个人咧念头，啊，每一个人伊所有的体悟，拢讲啊，我都有读经啊，啊，我都对倒一个诶会有哦，啊，对倒一间宫，倒一间庙寺。啊，我都伫遐咧做咧修哦，但是性都无改啊。吼、哦，若小可甲你动的，我都乌乌样啊。若小可，咱即物咧讲的，你有，就像咱只九华山的王家，你食无好，食无了，一丝丝啊，你要甲旁个坑有无？伫遐咧搞遐乌乌样啊。所以讲，这就是咱即物讲个性啦。你今仔伫遐主持讲啊，咱食好吼。这个地表温吼，啊，搁咱只完全借助伫遮吼，啊，你会当敢若亲像家己，因为遮无形足侪咧看嘛，啊，你有这个规矩有无？啊，阮伫遮就好照顾遮无形的。什么人会当知影到这个内容内情？就是拍百球啊，啊，遐无形毋是去对你拍百球，啊，你这个团体，你这个无形，什么人敢入的？教育的问题嘛，心内底你有清楚的问题嘛？是咱恢复灵元灵气，转过着瞬间，咱的本性嘛。今日就讲咒嘛，咒就是咱即嘛，顺心可意有无？啊，甲天地咒嘛，哦，咱过去咧讲的迄咒真济嘛，我拢解说出来。咒是必必的，
无迄个真正意思，但是咱会当体悟嘛。伊就是未发生的以前，咧甲你驱邪嘛，哦，啊要带予你现主时的吉利嘛。啊，只要用到你这个心发邪有无？啊，你就做会到嘛。有的是福灵嘛，有的是管嘛。管就是咱即卖咧讲啊，讲你用手指啦，用什么管有无？你念的管啦，天前前地灵灵有无？啊，有的是用到咱即卖咧讲的，咱的福嘛。哦，咱维护嘛，啊，这里，啊，最主要，咱起码是咧有法嘛，法就是讲心嘛，啊，心你再通通甲咱的灵主啊，哦，今咱是有灵的啊，哦，咱照这个灵宝大天尊伫这里甲咱扶持啊，这就是咱归元这个灵气嘛，咱行清净这条心嘛。玉清就是你规身躯拢伫遮生嘛，今日上清就是你遮头壳嘛，吼、哦，你所有爱清甲你遮头壳脑中心嘛，太清就是大，你这个道理你就是爱知影，太就是大搁一点嘛，无安尼大嘛，哦，你更加更加，你现主是这个大智慧嘛，哦，啊来伫遮普照嘛，普照是啥？爱讲真正道理呀、啊。爱讲真正心光心慧的力啊，这个是咱要研究嘛。一个电波，一个电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转，一个变，一个切。安尼，咱就爱知影讲，咱现主时你讲的这种法嘛，法就是咧度灵啊。咱嘛是同款咧度家己的灵啊，啊有这个机缘，咱大家共修啊。今日灵你是看无的啊。你来遮是看话啊，是咱用着这点灵气，咱来讲着顺家这条心。无咱人过往，你若着讲来做七，你若着来讲着这个会经常念经给伊，过来讲着禅，水禅，吼、哦，啊是咱只嘛讲牛黄禅，要渡这条灵过关嘛，哦。要站伊后壁这条路，回向予伊嘛。无过去牛母地因某有无？死太好啊！一死去变只大蟒嘛。牛母地讲：哎呦，啊这安尼皇宫高手遮尔济，所有的这个高精遮尔济，哪有法度过有这只大蟒入来？因在咧讲，伊是过去害死足济人个无？因某啊！因则请这人这牛王保产无较多，度这条龙，卖做这个大梦艰苦啊！是咱种种安尼来体验啦，因为今日经就是安尼嘛，这祖先的经过嘛，一流落来这经铺嘛，一步一步嘛，所以讲迄拢是要人体悟，但真正体悟就是咱知嘛。咱即马这个元神呐、啊，你爱关会调啊？你这个神爱有力、有威、有光啊、有法啊，无变无增。所以讲，你看我安尼讲讲二十几年，嘛是源源不断啊。咱连主席有咧解说，家己中播迄个有无？伊讲啊，这个灵的意义，灵伊就是超能量啊，唔是一般你学术咧。一般你学的，咱讲神话的，啊是魔术你学的，啊是咱姊妹咧讲的，你咧请神，迄种咒语尔尔，迄是暂时来话的啊。你这个神永远无法度受着这个神有无？永远甲你带大汉啊，伊是要甲你投资尔尔。但是咱人会骗神啊，神袂骗人啊。所以你就要知影讲，人神咧甲你带大汉有无？你会变质啦！你这个欲念有无？你所有要爱的物件有无？你就无照神伊的戒律啦啦！唔则神叫这个人害个惊去，是咱一条清净的天性，显露有稳的天命嘛。你看即卖人是灵活的有无？有咱过去所有。这个神啊，还是讲你去学术的有无？伊愿做就做啊，唔愿做伊就浪讲啊，无要插你啊。
但是咱零用早暗，啊是你去计较的，人来放的，啊是你看到的，有迄个姻缘，你都爱做工课啊。你感觉讲啊，我无爱，自然的物件会当互你无爱，唔则讲零，伊要起起来有无？你要用安怎讲，卖互伊我，无可能的代志啦。是你先我啊，后壁我尔尔啦。你今仔后壁若无我，后世人你嘛是爱搁我享受啦。只要你走会去哦，每一个人嘛爱领受。啊，若无福了，就袂讲未来福啦。未来这个众生成佛啦，是咱要行的啦，互伊清楚，搁再清楚。咱即个头壳要有清气心，连一丝丝仔的污尘，连一丝丝的法尘，你所有伊拢坏啦。上中的灵性，现咱转的是定神啊。今日是爱咱即个活精子，就是活佛，就是活新鲜。安尼你听有无？今日毋是讲死去，你就戆骂骂呢？啊！派你去倒位啊？念头王哦，底下转的哦，初刚王哦，啊是讲五官王来甲念头王，甲你判啊判甲阿满，你再去变声王哦，泰山王、刀齿王、平顶王有无？再去转。今日我还搁底下转啊，晋王爱用牵呢，爱用出弯呢。所以讲，今咱就是要直接在头壳顶。王是咱姊妹咧讲的，咱脚大的姊妹才十零呢。就讲你今仔日做无好个有无？底下咧用审判个啦。但姊妹咧清消啊，即大官有无？大家嘛金试试。你聊聊过去拢甲你落个啊，把柄落个啊。啊，即嘛就是要甲你清消啊！一大官，过去做无好个无，我讲过去，咱大家骂有无？有一个日本来管的时阵有无？伊做汉奸啊，哦，靠日本的力量啊！日本走的时阵有无？要选举有无？爱着有一寡钱，就提出来做有无？啊，迄阵啊就是啥？天上圣庙行这条，伊的这个庙吼。要开大路嘛，爱开有这个庙的过嘛，啊，这个人无咧拜拜啊，生理较大户一个善家传的嘛，爱算较细户嘛，啊咧收大户的人收回去啊，啊大家咧讲的，迄个艰苦的讲，爱大户的我个，但是讲袂赢人啊，啊尾下落去大杯有无？天上圣母讲，啊这大杯就是这个好家人个，安怎讲？行庙去哦，迄落去啦，到尾啊。然后啊，迄、那个人啊，拢食喷，衫啊拢无穿，这你虽然讲甲清清楚楚啦，先互你好愧啦。啊，你真正若无量，你若做无出来啊，你这个福报若真啦，是真正神来请你，天来请你啦，神来逼你，天来逼你啦，要互你成就，要互你成就啊。要让你真正落差，你就落差啦。目睭变较紧的啦，卖看到人的物件，就要共提提提啊。是咱修持，就是心念嘛。你真正这个心爱慢慢思维一出来讲的啊。本来就公众的物件，拢是地表的物件，地表会当生恁，就无插恁啊。但是恁兄弟姊妹，大家分配啊。袂当好个，一直骄傲哦！啊，逐天我拢安尼，别人若小可徛起来，你着目空徛，着要共因落倒。风水是转照轮流个啦，啊，无咱过去读册袂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东边这边好，三十年咱只嘛咧讲西边好，三十年前咱台湾好，三十年后大陆好。无袂讲叮当惊扑福建啦，这个脑底毋是讲你永远的啦。人啊，你就是真正要有分配的心啦，
要有理解性啊。今日占着这地位，今日行到现主席的头前，啊，你定要讲句哦？我拢唔敢。出来人咧讲咧变，变什么咧？咧创树诶，创树诶是伫后边咧，水尾道林咧在创树咧，是即马上届徛诶，理事长啦、总干事啦、常务干事啦，啊出来处理代志啊。是咱来知影讲，咱人都袂当甲上弱，哇上久，你甲这个上久，你搁爬啊悬要创啥？抗抗龙啊！你这龙飞愈悬了无？你到尾也无够力了无？落来摔个愈吃力啦！夜景就甲你讲到安尼啊，龙虎平就甲你讲到安尼啊，头子出后壁仙母就甲你讲到安尼啊，中一高殿天蛇，啊恁都知都袂晓用啊！啊，这都哪有效？所以讲是恁只嘛爱知影，人咧讲啥？五方五行是咧定啥？咱的五脏是伫内底，咱的五官是伫外口。啊，无我定下咧讲，讲这样子，我啊原来你拢唔知影，啊嘛唔问，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啦。咱本来天地都有明有暗啦，这只是咱的配合明暗嘛。你袂当讲照着你先祖是古早人讲的，古早人若讲的永远无变的道理，咱就袂当去共变。啊，若时俗咱怎个变？你也看，即摆大家拢唔敢变啊，较早古早人定的啊，疫情来咧，你唔过去哦，一挂穿乌衫，这个老大哥带起来，你唔敢讲哦，这边就出五十个，迄阵七出一百个哦，无共款啊啦。迄只种诶有无？是白社会，咱咧讲讲，啊，着死啊，要搁家车赢一个有无？迄愈食力啦，迄到尾啊，迄个罪拢挂迄个死人诶啦。真理显露是令天性，开源转道是天命，死着是要行孝啊！你即、這个即一生着是活到遮，你搁灌灌互伊有无？啊，遐是要创啥？消费？你著讲，搁抬较济精神，嘛是迄个爱担啊！我袂甲你骗啦。所以讲，会当简单就好啊。过往有无？你嘛免搁遮尔显扬啦。是咱即条清楚的天性，咱人爱认命，咱人爱做家己。你真正是个心，会良心，啊，咱才会当见到咱现主是。有这个良知的老母啊！啊，你心恶，你心邪，你心思，地府等你啦，食电咧等你啦，要讲互你知影，要甲你拍互你翘，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是咱转落母娘这条心理。好啊！Oh
哎呀哎呀哎呀哦哎耶嘞，哎呀哦哎耶嘞嘞，哦耶哎哦哎耶嘞，哎呀哦哎耶嘞，哦哎耶嘞，哎呀哦哎耶嘞，哦哎耶嘞，啊哦耶嘞，哦嘿嘿。啊啊哦哦耶哦耶哦耶，哎呀哎耶嘞，哦耶，哎呀哦哎耶嘞，哦哎哦耶嘞嘞，哎呀哦哎耶嘞嘞，哎呀哎呀哦哎耶，哦哎耶，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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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哦哎耶嘞哈耶耶嘞耶哈耶，哎呀哦哎耶嘞哈耶啊啊哦耶哈啊啊啊哦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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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哎耶嘞嘞呵哎呀啦哎呀哦哎耶嘞哦啊哦啊啊哦哎哟哎耶嘞嘞哦耶呵耶嘞嘞呵哎耶嘞嘞呵哎耶哎呀哦哎耶嘞嘞呵哎耶嘞啊哦耶哎呀哦耶哦哦啊啊耶耶哟耶嘞嘞啊耶哦啊啊哦啊耶嘞哟啊耶嘞哎呀哦啊耶嘞嘞哟耶嘞哦耶嘞嘞哦啊啊啊哦啊啊啊耶哎呀哦啊耶嘞嘞哟啊耶嘞呀哦耶啊啊哦哦啊啊耶耶耶哎呀哦哦啊耶嘞呀耶哟耶嘞哦哎呀哦啊耶嘞嘞啊耶哟啊咿呀咿呀哦啊咿呀咿呀咿呀哦耶嘞哎呀哦啊啊哦啊耶嘞哦啊耶嘞嘞哦啊耶嘞哦啊耶啊哦哦啊耶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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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哎呀啦哦啊耶嘞嘞哎呀哦啊耶嘞嘞哦耶嘞哦耶嘞嘞哦哎呀哦啊耶嘞嘞哦啊耶哎呀哦啊耶嘞啊耶哦耶啊啊啊哦哦啊耶哟啊耶啊哦耶啊啊啊哎呀啦哦啊耶嘞嘞哦哎呀哦啊耶嘞嘞哦耶嘞哦耶嘞哦耶嘞嘞啊啊哦啊耶哟哦耶哎呀耶哎呀哦啊啊哦哎呀啦哦啊耶哟啊耶嘞嘞哦哎呀耶哟啊耶嘞哎耶哟哎耶哦耶哦哦耶啊啊啊耶啊哦啊耶嘞嘞啊哦啊耶啦耶嘞嘞哦耶嘞嘞哦哎呀哦啊耶嘞嘞哦啊耶嘞嘞啊哦啊耶哟啊耶哦。哎呀哎哎哦哦耶耶哎呀哦哎耶嘞嘞哦耶哦哎呀哦哎耶嘞嘞哦哎呀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哦耶嘞嘞啊哦啊啊啊啊哦哎耶嘞哦啊啊啊。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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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